BLACKPINK 时隔4年再次举办了世界巡回演唱会，而海外的第一站就到了美国进行演出。没想到近日在推特上流传出一则影片， BLACKPINK 正在唱的 Pretty Savage 时， Jennie 的耳机疑似漏电了， Jennie 突然大叫并迅速的往后蹲了下去，那瞬间就算是隔着荧幕都感觉到非常的疼痛，而 Jennie 在休息才不到2秒就从反阵线继续跳舞。周四场的演唱会就已经够累人了，只能希望公司可以好好的对待四个女，要不然 Blink 真的会心疼死的。